的个性是真的有还蛮倔强跟就是蛮倔强的一面啦。那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事，其实就是很难去，比如说人家跟我讲，如果有人跟我讲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单单的跟我讲，我就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有时候你必须要去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当你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有所坚持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如果别人跟你说，我觉得你需要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，你是对的。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对的，我就会听你的。